好啦，讲少少寻日啦，即系喺香港即系报道咗一单即系案件，就系研学施政案。嗱，咁研学施政案里边咧就有四条友啦，咁咧就系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。咁咧嗱，三个人啊，寻日咧就判咗30至36个月啦。咁一个人咧就判咗入教导所嘅。嗱，我知道咧，许留山已经做过一次节目噶啦，台阳许留山做一次节目。不过，但系咧，我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一讲，点解要讲多次咧？其实我睇到一样嘢就系、是、个法官啊，佢嘅判词里边啊，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，佢讲咗一啲说话咧，我认为咧，某啲 kiroro 咧。呢啲 kiroro 咧都系要即系寝食不安嘅吓。嗱、啊，郭伟健咧其实就话啦吓，即系呢啲咁嘅案嘅罪行咧啊，即系佢嗰单案咧，头先嗰个罪行就叫做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，呢个系严重嘅罪行嚟嘅啊，系非常严重啊。香港自古以嚟咧就系中国一部分。啊、香港人就属于中华民族，但是他们的被告呢 就宣扬这个香港民族概念，那么就煽动港独和颠覆政权。那么郭伟健就说香港民族是鼓吹港独的人僭建出来的概念来的、啊、没有任何法理或者历史基础、啊、被告向公众宣扬会令心智不成熟和不明白历史的人受误导、啊、那好了，曾经有个 KOL 现在做了议员，他就鼓励就是要有地区特首。喂，这个地区特首这个概念呢，某程度上都是颠覆政权，因为香港只有一个特首而已，是吧、啊、即用同一个逻辑，我是用同一个逻辑去讲的、啊、那好了、啊即当然他们辩护那方面他们就即系当然吓，佢哋就话被告咧唔系为反对而反对嘅，咁咧佢哋整啲街站出嚟咧，就净系希望唤醒公众对时事嘅关注。嗱，咁咧嗱，佢哋个街站咧就当然系向政权抗争啦。吓、啊，咁阿郭官咧，佢就亦都有讲，最容易煽动人推翻政权嘅方法咧，就系、是、令人唔信任政权。同埋相信政府是極權。嗱，咁呢幾個被告咧就係淨係做出呢啲行為。嗱，咁嗱呢個又要講啦。究竟嗰啲 KOL 即係針對特區政府講過啲乜嘢嘢咧？嗱，曾經喺2020年嘅時候啊，當阿李思煙啊，即係佢中咗新冠離開咗呢個世界嘅時候咧。2020年定2021年，唔記得咗啦。總之大概都係嗰段時間啦。啊，咁當時咧就有啲所謂嘅藍營 KOL 咧，就將呢個特區政府咧描述為林鄭月娥、陳肇始殺人政權。喂，而家係話極權已經有問題咯喎。啊，你話人殺人政權喎、哦？咁系咪仲大镬啊？嗱，即系有啲嘢咧就系未告到嘅啫，吓、啊、有可能系啊，因为呢个最容易煽动人推翻政权嘅方法就系令人唔信任政权啊嘛。你叫林郑月娥同陈肇始啊做一个杀人政权，哦，即系令人唔信任呢个政权咯，同埋相信特区政府嗱，唔、啊、单止系极权，系仲会杀人嘅。哇，你话大唔大镬啊？因为黄日战咧，佢喺呢单案情里边咧就有讲7/21唔见人，8/31打死人。嗱，呢个黄日战佢系带领公众咁样嗌嘅，啊，咁好啦，咁嗰啲 KOL 啊，如果喺佢哋嘅节目嗰度讲林郑月娥、陈肇始杀人集团，咁究竟吓、啊，即系佢哋有冇犯到国安法咧？吓、啊？青山逃犯麻醉员又话，子敬都有讲，
嗱，我唔知子敬有冇讲，我都唔理得佢。但系嗰班 KOL 咧，佢哋好多个咧都系讲同一样嘅嘢嘅。我即系讲俾大家听啊。嗱 ，Sandy Wong 又话有啊，咁啊拖得车咧就风光准备走佬。嗱，唔单止净系风光啊，我话俾大家听，当时咧。嗱，呢个国官佢而家我听到佢，我就好开心啊！佢讲呢一番说话。嗱，其实我哋一直都系叫大家去信任呢个政府嘅，啊，同埋特区政府唔系极权嘅，我哋成日都系咁讲嘅。佢哋嗰班 Kilolo 咧就唔系嘅，佢哋咧就系做好多嘢都系令人啊唔信任呢个政权嘅，亦都系唔信任呢个特首啊前特首咧，应该咁讲，林郑月娥同埋当时嗰、那个卫生局局长啊，应该是卫生局系嘛？我唔知道嗰个具体个名系边啦。总之就系陈肇始啦，啊，因为我都唔记得啦，有啲嘢都啊，哦，咁佢哋讲嗰啲嘢，咁系咪煽动人去推翻呢个政权咧？啊，咁佢哋嗱唔系被告啊，咁佢哋系咪正正做出呢啲行为咧？嗱，仲有黄日战佢又讲，香港司法制度已经死得冇得再死。是令人对司法制度失去信心、啊、被告呼吁杯葛安心出行程式是无视防疫需要令人对政府失去信心。喂，那些蓝营 KOL 有没有做啊？喂，冤啊，法官判冤 啊， 啊，即是法官依法去判案是一个冤字啊。其实他们那帮蓝营友做的事跟黄营友是没有分别的。这个 我讲这些事一定会有人即退订，我睬你都三汪讲，我继续讲的现在是。啊啊、空威斯就是卫生及福利局局长，不记得了，总之我现在的记性很差，总之就不记得。啊、妹拉就说还骂我们盲撑政府。啊、真的很坦白讲，他们那帮人有没有犯国安法，有没有犯这条啊呢、这个值得去参详一下喎，就系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呢条法律里面系啊，喂佢讲嗰啲嘢喎，系乜嘢？咪头先讲嗰啲咯，喂佢哋咪冤啊嘛，即系嗱元朗嗰几个大佬吓、啊，即系嗰几个白衣人大佬，我今日都着白色衫，白衣人大佬佢话，哎冤咁样，喂冤你咪上诉咯，系咪先啊？系咪啊？啊你？狗官咁样，即系嗰时闹啲法官嘅蓝营嗰啲最中意噶啦，系咪啊？喺个网台度闹狗官咁样，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讲唔好闹法官嘅，即系你一定唔可以，因为其实严格嚟讲系可以告你藐视法庭噶。其实事实上系，如果真系揸正嚟做嘅系可以告你藐视法庭嘅。嗱、啊，仲有呢、这个黄日战佢讲乜嘢啊？啊？香港司法制度已经死得冇得再死，咁同个冤字嗰啲人讲嘅嘢系咪一样啊？吓、啊，咪令人对司法制度失去信心啊？系咪啊？好啦，成日讲呢个安心出行系废，哦，咁即系同你做嘅嘢咧，其实严格嚟讲都系叫人唔好用安心出行嘅啫，咪即系杯葛安心出行程式咯。呢、这个黄日哲咪做咗呢啲嘢咯，系咪啊？啊、令人对政府失去信心咯，呢、这个洞房咪系咯，啱唔啱啊？系咪先啊？啊，所以嗱、啊，我都要讲啊，呢一样嘢咧，其实佢哋嗰班友啊，真系犯晒法噶啦，某程度上系啊。嗱、啊，我系讲实话嘅，其实就当然有人会退订，但我唔理。嗱、啊，咁啊 ，Fender Wong 就话光头佬好似讲过杀人集团，我话俾你听，佢哋好多个人都有讲过。事实上是而家呢单 case 咧判咗之后咧，就话咗俾大家听。喂，你唔系讲杀人集团都已经系犯法噶咯、啊，你就话政府系极权已经系犯法噶啦。咁如果你话嗰个政府系杀人政府，系咪严重过嗰个政府系极权啊？啱唔啱啊？你谂下系咪先？好啦。即是他们这班人呢现在因为某些、啊、即是势力、啊、地下司令射住他们没事、啊。但你想想实际上发生什么情况，喂如果这个国安法、啊、
对于即系所有人都系一视同仁嘅。咁喂，应该系要告呢班蓝营 KOL 啊！嗰啲 YouTube 视频咧都未删嘅，全部可以攞翻嚟睇。有冇讲过话林郑月娥、陈肇始系杀人集团？有啊，仲有佢哋成日闹法官嘅、啊。喂，你搭埋起上嚟啊！啲证据搭埋起上嚟啊！喂，坐36个月都未必够啊！其实有啲人系啊。好啦，咁啊，青山逃犯麻醉员就做咗证人啦。佢就话光头有讲，咁我唔知啊。咁啊，嗱，空位师就话咁，你可以去学嗰个郭生一样去提告啊，或者去举报。咁举报系一定会举报噶啦，而家系搭齐啲料去举报，因为呢单 case 出咗嚟啊嘛，系咪啊？喂，佢哋嗰班人根本上咧就系要令人唔信任政府嘛，嗱。阿郭官讲啊嘛，最易煽动人推翻政府咧，就系令人唔信任政府啊嘛，啱唔啱啊？喂，佢哋嗰班人啊，2020、2021、2022年年头，再加埋2019年年尾，都系令到人唔信任政府嘅，系咪先啊？喂，佢嗰个判词里边，我睇到，哇，啲蓝营友中 Q 晒，啊，即系佢哋嗰啲蓝营反政府人啊，系。全部犯 Q 晒国安法喎，吓，我谂佢大唔大镬啊？嗱，咁青山同翻麻醉员咧就话，哦，佢哋应该震过猫王，咁我都唔知，吓，靓宝王就话连法治都唔信，咪分裂国家咯。嗱，我唔知啊，讲唔清楚，佢哋有冇？嗱，咁Rafi Zhang亦都多谢你嘅支持，吓，咁嗱，嗰个细嘅情况系。而家已经有几样嘢咧，佢哋嗰班友系喺过去几年系做晒嘅。其实就佢哋冇错，佢哋系冇嗌五一，佢哋冇用五一口号，即系五大诉求啊，缺一不可嗰啲。佢哋冇讲光时，佢哋嗰班人系冇讲呢啲嘅。但系佢哋讲嘅嘢咧，某程度上系仲 Q 离谱嘅。其实系啊，佢哋系煽动嗰啲爱国嘅人啊，系唔信任特区政府啊。你话系咪仲大镬啊？系咪仲可恶啊？呢啲人吓，即系香港司法制度啊！呢个黄日战讲啊，啊已经死得冇得再死，嗰个本质咪同你哋嗰班蓝营友闹法官系狗官啊，闹啲法官系乱差咁判吓，点解乱差咁判噶啊？咪喂，其实你做嘅嘢咪一样咯。好啦，亦都话安心出行系废，冇理据嘅，话冇追踪功能咪废咯，咁冇追踪功能咪唔使用啊。嗱，其实系令到人咧无视防疫嘅需要啊，呢个系个官判噶，国官讲噶。咁系咪即系有班人啊？嗱，2020、2021、2022系不断即系令人对政府失去信心咧？是的，看起上来是的，所以即是很坦白说，即是他们有没有 犯罪，其实应该是法庭审他两件事才行的，他们那班友是啊。那么 Vital Ho 就说那班蓝营有没有那么醒，懂听国官所讲的说话。喂，国官所讲的说话其实就话了给大家听，有很多事你都是即系严格嚟讲咧，系令到人对政府唔信任嘅，其实系啊。咁啊，亦都多谢翻啲网友先啊。Chivo 多谢你，森林妈咪多谢你 ，Line King 88亦都多谢你。咁啊 ，Cheap 捞佢就话激蓝 KOL 打住爱国旗号有免死金牌咁样，咁系唔系咧？咁我都唔知道。我真的不清楚有没有免死金牌，我都不敢说。咁Dada就说风光闹特首和法官最多。其实连光头记都是有闹法官的，这个我都要说一下。他也都有出来说的嘛，其实某些他之前还是煽动人去违法院，有一次是要记住。即是你煽动人去违法院是不是严重过在个街站那里说。话好似黄日战咁讲啊，
看看黃日戰之前，我都唔記得咗佢講咩。香港司法制度已經死得無可再死啊！佢講嘅呢個黃日戰講嘅。咁你煽動人去違法院嘅人嘅罪行係咪嚴重過就咁喺度講啊？啊，令人對司法制度失去信心，跟住再去違法院，係嘛？你話大唔大鑊啊？嗱，咁啊，周超，多謝你嘅支持啊！嗱，咁啊，小玉咧就話仲有洞房話政府將市民做白老鼠，咪咯，又係叫又係令到。嗱，呢個呢單嘢其實又係令到人對政府失去信心咯。因為洞房佢有份喎，即係好明顯嘅喎，係咪啊？同埋第一單國安法判得比較輕啲啊，即係佢哋嘅角度就係嗱，呢個洞房嗰個角度啊。嗰陣時我哋已經有一節節目去講咧，嗱，國內都冇判到咁重啊。其實洞房咧，好似要求咧嗰個揸電單車光時期嗰條友咧要終身監禁一樣。但係我哋嗰陣時已經講過俾大家聽，唔係咁嚴重啊，嚇。喂，嗰洞房有冇令人对司法制度失去信心啊？呢份报纸好似有啊，啊，睇起上嚟有啊，诶，真系就系咁啊。咁啊 ，Danny Zhang又话希望政府将佢呢边存档先，以免俾佢哋洗咗。喂，佢哋讲过好多呢啲嘢噶，其实系嗱，即系嗱，我自己当然都可能會叫人去傳一傳底咧，即係佢哋講嗰啲乜 Q。但係嗱，我知道咧，即係阿西門咧，佢有好多片都刪咗啊。佢同阿即係阿風光一齊嗰啲片咧，佢選舉之前已經刪咗一大部分嘅。啊，呢條咁嘅冚家祥啊。嗱，咁啊 KG 就話嗰班藍營咧揀嘢嚟聽嘅，最緊要啱你心水。佢揀嘢嚟講啊嘛，佢最緊要就係、是、啊。咁嗱，即究竟啊，会唔会有人寝食不安咧？睇到呢个判词之后，即我希望佢哋自己都系处理翻佢自己嘅问题，承认翻错误啦，啊，即向公众承认翻错误啦，系咪先？系啊，边搵大话使唔晒，唔知佢使唔使得晒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多谢大家嘅支持啊！如果头先多谢网友咧有遗漏都讲句唔好意思啊，因为有时都睇唔到。嗱咁啊 ，Dada 咧就话光头记而家仲系成日闹唔止，佢喺日本啊嘛，怕咩啫？喺日本咪狂闹咯，可以有乜所谓啊？以后都唔翻嚟噶啦。嗱咁啊，Cheerful 就话即系有食肆全牌啊，全犯国安法啊，咁希望国安处咧严正执法，重建政府公平公正嘅金漆招牌。咁其实希望都系嘅，咁。我哋都希望佢个金漆招牌喺翻度啦，吓、啊，即系因为好老实讲，佢哋嗰班友咧，好多嘢都系煽动人咧去唔信任上一届政府嘅，真系噶。而令人唔信任政府咧，嗱、啊這個、呢个咧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叫做嗱、啊，我跟翻国官嘅讲法讲，我哋要睇一睇，因为准确啲去讲，最易煽动人推翻政府嘅方法嚟嘅，呢、這个系。就系咁样啦，好啦，咁啊四哥咧就话蓝营狗蛋咧都好成功将某啲网友离开网向，系咁佢有啊，因为佢觉得我哋讲得唔啱，有几样嘢嘅维他奶嗰单啊，仲有就系、是之前嗰、那个羽毛球嗰条友，我都唔记得咗叫咩名啦，啊佢系嗰几单系主要嘅，但系个问题你要谂下。即究竟是不是他们鼓吹的东西是不是对数呢？你现在过了这些事过了年几了，那你就回去看一看，年几两年，那他们对还是我们对，你就看一看，没什么所谓的，其实时间可以证明即我们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嘛。歪八人八歪人五加狼，我唔记得咗佢名啦、啊。即系我又唔会话即系要撑佢记住个名，唔系咁嘅成件事系。即系好老实讲，里面有啲嘢。即系大家都知嘅，即系因为我嘅睇法就系大家都有啲嘢明白就算噶啦、啊、好啦，讲到呢度就算啦吓。咁啊 ，Danny Zhang就洗底冇咁易，咁啊，佢哋中意点讲就点讲，我都唔介意嘅，冇乜所谓吓。咁啊 ，Lambo Wong 佢就话香港冇新闻报外国疫情好似冇事发生咁，其实外国疫情嘅数字咧系有报出嚟嘅，但系咧嗱，你要记住一样嘢。外国就算是、接受了跟病毒共存，其实呢严格来说他们都没有真正完完全全躺平的，
佢搞有啲大型活動咧，都係要人哋做咗快測先可以入去嘅。而家係，就算而家都係咁。啊，即係其實嗰個疫情個數字喺外國而家係升緊嘅，喺美國其實成日都有報道嘅。呢個我哋澄清翻俾你聽先，即係我哋有講嘅，啊，不過冇人聽就係咁啦。我有講俾大家聽，其實喺外國嗰個疫情而家係嗰個數字係上緊，因為佢有唔同嘅變異株。之前我哋有節目過，係有節錄嘅，我係講咗嘅喎。即系呢个我都要讲翻俾大家听，即系我系讲咗话俾大家听，而家佢有新变异咩 XBB、BQ 1.1 嗰几个，你可以揾翻我啲旧节目嚟听啊。但系我哋截录埋出嚟咧，都系得千几两千 view 啫。啊，即系呢一样嘢，所以我就成日都讲啊，能唔能够继续做落去？咁其实都好难咯。啊，即系如果大家唔帮手传播嘅话，啲信息系传播唔到出去。即系我哋能力有限，我哋亦都。即系讲真咧，冇钱去买 view 啊，或者冇钱去打广告啊。即系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嘅，就系打钱俾YouTube。但系打钱俾 YouTube 嘅成本系好高嘅，即系佢即系好似系某啲频道咁咧，就喺我哋呢啲节目里边插播佢哋嘅节目，即系当佢哋啲节目系广告咁样播嘅。佢哋系又有一种方法系呢、這个都系嗰个咩车子健教人做嗰啲嘢嚟嘅，就系将嗰啲广告咧就好似即系。一条即系视频咁样，你俾广告钱 YouTube 咧就播你嗰条视频，等佢嗰条 view 咧就多好多咁样。嗱，即系呢啲我哋唔会做噶啦。即系讲真，呢啲同即系吸毒系冇分别嘅，即系买 view 呢一样嘢。即系我嘅睇法就系，从来都系觉得你喺 YouTube 嗰度卖广告嘅话，或者喺度不断推广嘅话咧，其实对我哋嚟讲亦都系冇意义嘅。因为我哋呢度咧，净系有成，结果个成本就再大啲，咁其实就更加难咯。对我哋嚟讲，啊，咁我哋讲过噶啦，好多嘢都其实，即系如果你话个外国个疫情点样，嗰啲信息我哋讲过俾大家听，但系冇人传出去，咁我都冇办法。我要做嘅嘢我做咗噶啦，该做嘅嘢我做咗，但系系都系要靠大家帮手。如果大家觉得喂呢啲信息系大家需要知嘅，你咪传出去咯，系咪先？如果你覺得啊，唔係呢啲消息咧，就係我知得噶啦，嚇其他人唔好知，就少啲競爭對手。咁你咁做都冇所謂，嚇，即係我覺得咁樣做都冇所謂。但係你唔好喺外邊咧，就話我哋咧專係講嘢去呃人，即係我哋從來都冇呃人嘅。你話我講大話呃人嗰啲，即係如果我知道有啲人係錯嘅，我哋都會盡量即係講翻個信息俾大家聽。呢個唔係好啱喎，呢個信息有啲即係。錯錯地喎，我哋講翻俾你聽嗰個啱嘅信息係乜嘢？啊，好多嘢我哋講過噶啦，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外國疫情嗰啲嘢，係咪先？好啦 ，anyway， 講到呢度咧，真係休息一陣啦。咁咧，翻嚟我哋再講其他話題，休息一陣。